日前金牌经理人陈淑芬在豪宅设宴，为相识多年的祁仲文和张淑平庆祝生日。他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系列的聚会相，从相中可见大屋空间非常阔落，装修简约又不失格调，饭厅坐了十个人都完全不逼仄。除了两个寿星之外，出席宴会的还有胡枫、张国荣的挚爱唐唐等等，众人聚首一堂，非常热闹。虽然哥哥已经逝世19年，但唐唐每年都会在特别的日子表达对他的思念，而他和陈淑芬至今仍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私底下不时聚会，感情相当之好。